詹姆士大放送，拖到剩内裤。喂喂喂，人家前天在高雄只脱掉上衣而已，怎么昨天来到台北就脱到只剩运动束裤？台湾行的最后一站，篮球大帝詹姆士来到台北出席记者会，勉励年轻篮球选手从挫败中累积经验。接着转到辅仁大学中美堂出席 Nike 活动，可惜的是前天在高雄站的篮球对抗赛，他亲自上阵打了6分钟，还秀了4记精彩灌篮。昨天在台北，只有在看着篮球训练营30名学员练习时手痒，在3分线外投篮，让现场超过2000名的球迷有点失望。不过詹姆士手感不错，跳投连进5颗，让球迷惊呼连连。虽然没上场让球迷感到不过瘾，但活动结束后准备放送签名球时，全场气氛就嗨起来了。这次詹姆士除了脱下身上的衣服及球鞋，甚至球裤也都脱下签名送给球迷，最后穿着剩下仅有的运动束裤和袜子。詹姆士今天早上将返回美国，懂新闻台北报道。